人活多久，看后背就知。医生直言，长寿的人后背一般有这些共性。有人说，看一个人的后背就能大概猜出他的年纪和健康状况，这听起来似乎有点神奇，不是吗？不过，如果你细细想来，这其中其实藏着不少道理。为了让大家更容易把握这些医学知识，接下来会用一些虚构的故事来讲解。这样一来， 不仅能让这些信息更加生动有趣，也便于大家更好的理解和记忆。那天，老周在公园里散步，无意中听到旁边的几位老人谈论起人的寿命长短看后背就能知道，这句话让老周好奇极了。回家后，这件事一直挥之不去，他决定找个专业人士咨询一下。第二天，老周去了附近的医院，专门找到一位老医生。 老周见着医生，直接就开口询问这个问题。老医生表示，这不能一概而论。人的后背其实能反映出很多健康信息，例如脊椎的状态、肌肉的紧张度，还有皮肤的状况等等，这些都间接和一个人的整体健康状况有关。脊椎是支撑整个身体的重要结构，一个人的脊椎如果直且健康，通常意味着他们的姿势好。 身体机能也相对健全。如果脊椎开始表现出弯曲、侧弯或者其他形态的变化，这往往可能是诸如骨质疏松症、脊柱侧弯症等慢性疾病的早期迹象。一个人的后背如果肌肉结实、线条流畅，说明他们可能经常锻炼，身体状况较好。反之，如果后背肌肉松弛，可能意味着缺乏运动，或者存在一些慢性炎症的问题。 我们知道，经常锻炼的人通常会拥有更好的身体状态和较长的预期寿命。后背的皮肤状态，如是否有过多的皱纹、斑点或者是干燥的情况，也可以透露出许多健康信号。过度的皱纹可能与长期的氧化应激有关，而氧化应激是许多慢性疾病的根源。老周听了这番话，豁然开朗。虽然后背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寿命的长短。 但他的却如同一个健康的情雨表，通过它，我们可以间接了解到自己的健康状况。老周感谢医生的解释，回家后决定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健，特别是后背的保养。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值得我们关注和呵护，健康的身体是长寿的基础，所以不妨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后背，做一些适合的锻炼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。 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健，远离疾病，也许我们的寿命就会因此而延长。后背不仅仅是身体的一个部分，它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的多种生活习惯和健康状态。比如说，一个经常久坐的上班族，后背可能会有一些问题。设想一位名叫小张的上班族，他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十个小时，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电脑前。 很少有机会起身活动一下，久而久之，他开始感到后背痛。这不仅仅是肌肉问题，更可能是由于长时间不良姿势导致的脊椎压力。脊椎是人体的中轴，它的健康直接影响到神经系统的正常工作和内脏器官的功能。当脊椎因为不良姿势而出现问题时，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，比如。 压迫神经可能导致腿部或手臂的麻木感，甚至影响到心脏和肺部的功能。这是因为脊椎的某些部位与这些器官的神经连接紧密。再来说说一位业余马拉松爱好者，他每周跑步距离超过五十公里。虽然定期的运动对身体有益，但过度的运动也可能对后背造成损害。比如，长时间的跑步会对脊椎产生冲击。 如果不注意跑步姿势或是地面的选择，很可能导致脊椎过度磨损，长期下来可能引发脊椎间盘突出等问题。谈到长寿，大家普遍认为，坚持适量的运动和保持良好的日常习惯是非常关键的因素。这不仅仅是因为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，更是因为适当的活动可以保持脊椎的灵活性和肌肉的力量。 这对于维护后辈健康至关重要。想象一个长寿的老人，虽然年纪大，但每天坚持在花园里工作一到两个小时。这种适度的活动不仅让他的脊椎保持活力，还增加了他与大自然的互动，有助于减少压力，提高生活质量。谈到长寿的秘诀，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各种复杂的保健方法和繁琐的食疗方案，但其实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看， 有时候，简单的日常习惯，特别是对我们的后背的保养，可能就是决定长寿的关键因素。我们通常注意到，长寿的老人的后背保持一定的强度和弹性。想象一下，有一个园艺师张博，年过八旬，但他的背部依旧挺拔有力。这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因为他一生中坚持适度的体力劳动，尤其是他喜爱的园艺工作。 适度的体力劳动，如园艺，不仅可以保持脊柱的灵活性，还能增强背部肌肉。这对于维持整个脊柱的健康至关重要。除了保持物理活动外，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也与他们的后背健康有关。以茶道师傅吴老为例，他是个虚构的人物，每天都会饮用几杯绿茶。绿茶中的抗氧化剂对于抗炎有极好的效果，而炎症是导致许多慢性疾病。 包括脊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吴老的这种饮食习惯帮助他保持了一个健康的内环境，从而间接保护了他的脊椎健康。不可忽视的是，长寿老人通常都有定期检查身体的习惯，这不仅仅是对特定疾病的筛查，更包括对脊椎健康的关注。通过定期的身体检查，可以早期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，及时进行干预。 通过这些虚构的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到长寿老人在保持后背健康方面，实际上遵循了一些简单而有效的原则。这些习惯不仅对后背健康有益，而且对整个身体的健康都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。同时，要想长寿，做好以下五件事。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，人们的寿命也越来越长，但是。 我们身边还是有很多人因为重病或者意外而夭折。如何才能让自己更接近长寿呢？请记住这五点：一、健康饮食，多吃神造的，少吃人造的。健康专家曾经说过一句话：“多吃神造的，少吃人造的。”就是说要多吃一些未经过多加工的食物，比如蔬菜、水果、肉类、豆类等。 少吃一些添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食物，比如含糖饮料、面包、蛋糕、薯片、糖果、汉堡等。这些添加了很多糖、油、盐等的食物被称为超加工食品。它们不仅会导致肥胖、高血压、高血糖等慢性病，还会加速细胞衰老，缩短染色体端粒的长度。端粒是细胞分裂和寿命的重要指标，端粒越长，细胞越年轻。 二、增加运动，运动就是最好的长寿药。运动可以保持身体的活力和灵活性，增强心肺和血管功能，预防肌肉和骨量流失，降低跌倒风险，维持健康体重，调节心理状态，缓解压力和孤独感，提高生活质量。运动还可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百分之三十五，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达到这样的效果。 老年人应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，比如散步、慢跑、游泳等，并且坚持每天运动。三、作息规律。年轻时爱熬夜，老了睡不着。人的生物钟是由光线和温度等外界因素调节的。如果经常打乱作息时间，就会影响生物钟的正常运转。生物钟紊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、免疫力下降。 情绪波动等问题，而且年轻时候习惯了晚睡晚起，到了老年就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、难以入睡等现象。所以，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，最好每天在二十三点前入睡。四、良好情绪，情绪不好，再多养生都是徒劳。心态决定一切。一个人如果心胸开阔、乐观积极，不斤斤计较。 就会拥有更多的快乐和幸福感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总是急躁易怒、消极悲观、小心眼儿，就会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很多负面影响。情绪不好会影响身体健康，增加患心脑血管病、癌症等疾病的风险。研究表明，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寿命更长，活到八十五岁以上的几率更大。五、定期体检，很多疾病。 早发现都能治愈，定期体检是预防和早期发现疾病的重要手段。很多疾病在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，只有通过体检才能及时发现和治疗。如果等到身体出现不适才去就医，往往已经是疾病发展到中晚期了。定期体检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伤害。